这是世华的爸爸妈妈。世华妈妈在旁边看会不会很紧张？应该超紧张的。就久了就习惯了。刚开始的时候超，就是刚开始比赛都超害怕的。可是他跑得很好，很厉害耶，都跟得蛮好的。还是不太行。还有进步，应该说还有进步。对。哦。不过他身材太弱了。真的。他才47公斤。这么瘦？他太瘦了。加重训。我觉得重训很有用。是哦。对。然后重训完，狂吃碳水化合物跟蛋白质，就可以练壮一点。对。哎呀，他现在才高一，还那么年轻。那他出来这样跑这种大型比赛是第一次吗？还是之前就已经跑过好几次？哎，然后七月还是几月有去兰卡威？哦。比较大型的，这个算第二个。这算第二个哦，所以他其实已经有经验，不会那么紧张。对，他已经跑4年了啦。哦。哎，应该说。玩车玩4年，跑比赛跑3年。对，哇，好棒哦！因为就有兴趣啊，就有兴趣。不然我觉得他们假日也在家里滑手机啊。对啊，对啊，要找项运动。对啊，他就想说他就有支持兴趣就。所以是他自己提说他想玩这个吗？他自己想玩，我还想说是爸爸也有在玩，然后带他一起。那时候我带他去玩过，后来他5年级，他就跟我们讲，所以他想要来开卡丁车，哦，而且是要开这种比赛的啊，不是玩一玩那个兴趣的。可是你们新竹竹科那边也有吗？还是都要跑到桃园来？我们就跑到我们去跑去 K1 啊，我们跑去彰化啊。哦，你们那么远？对啊，我超远的啊，对啊，哇，人数累积很快了。哦，对，我本来想说，哇塞，真的是很支持。因为想说这个很累，他可能玩不了一下多久是不是就不玩。哦，没想到他坚持了4年这样子。对啊，父母很伟大。我们也是想说，因为我们也就把他想说啊，就是小孩子陪我嘛。啊。假日陪我。那你看他现在高中，如果放假没有。同学一早就出去对看电影，就什么样的。他姐姐现在念大学，根本就没有在身边，所以我反过来想，哎，他陪我。真的，逆向思考，哎，不错，用这个这样子，还会留一天给父母。是啊，是啊。休息一下，可以休息。想到了，因为前面那边一直换来换去。后面有跟到。